哇，这个球最后是直接被范国成接进了手套，打得很棒，但是接得更精彩了。今天富邦来讲的话，守备确实是蛮极端的，真的好的守备也有，但是有一些比较要命的失误也有。我这颗球其实范国成的守备反应真快，这颗球是阿达打的速度，飞行的速度是很快。哇，但陈永豪把陈子豪这一颗球竟然没有往三垒跑，来讲的话，第一时间他可能觉得一垒手很有可能接到，不然打了这么好的球，多半来讲的话，好像都会有身体往三垒移动。如果你有稍微往三垒跑的话，有可能就买一送一了。但对于岳东华来说就可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